晚上六点半，普通住家的一楼仓库，分类声不绝于耳。一站嘛，走啊步啊，一站嘛，我都开心坐到是住家的。口中说的环保时光整整十七年，环保志工吕卫金业将家中仓库多余空间无偿作为慈济环保点。杨书记给我咧找一个环保点，叫我甲伊带出，啊，结果吼，拢四个伊，四个拢找无。后来我那忽然间发现，讲阮家会使做一个点，嘿啊，啊，我无经过阮翁的同意哦，我就甲杨书记讲，好，你叫伊过来。从一开始全家反对到全力支持，丈夫的心也逐渐软化。他本来就没有什么效，很严肃。他们师姐他们在这边做回收嘛，先生你好，我先生有说，谢谢。哎，感恩你呀、啊，以前不会感恩呐、啊，不会笑哦。左邻右舍一起加入环保点，成了温暖大家庭。我是觉得我们做最近的人，我都越做越高兴。你刚才讲啊，我若不来做干事的啦，啊，人有做干的下去，就是这样。啊，来来这，大家欢欢喜喜啊，啊，都讲笑啦，较好过日啦。谈笑间是十七年的情感累积，让分类工作更增添了一分情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萧敬文、汪金元、徐明成台北报道。